真佛宗美国西雅图雷藏寺同修莲华生大士本尊法，恭迎根本传承上师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与会大众唱诵莲花童子心咒。顶礼坛城做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Om 啊 Home。二拜诸菩萨。Om 啊 Home。三拜诸护法金刚 ，Om 啊 ，Home。四平等以起手。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生法王座。请仁波切诸位上师上座，请教授师上座，请法师上座，讲师助教同门善信大德请就座。
同修南无莲华生大士本尊法开始，观想真佛宗传承，南无大日如来，南无佛焰佛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莲生活佛，观想世尊与诸佛菩萨注定反光加持，持莲花童子心咒七遍，嗡咕噜莲生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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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四无量观，观想右手边有父系亲人，左手边有母系亲人，后方有恩人师长，前方有冤亲债主，四周有六道众生团团围绕，同修密法，共成佛道，做金行手印。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嗡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梭哈，嗡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梭哈，嗡瓦扎拉丹赫赫吽，南无萨曼多摩多兰嗡嘟噜嘟噜德维梭哈。念招请咒：嗡啊吽梭哈，嗡啊吽梭哈，嗡啊。吽梭哈，众弟子一心奉请：南无宏观胜面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胜面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胜面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同修主尊，南无莲华生大士。同修主尊，南无莲华生大士。同修主尊，南无莲华生大士。南无中央毗卢遮那佛，南无东方阿处佛，南无西方阿弥陀佛，南无南方宝生佛，南无北方不空成就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药师佛，南无无极瑶池金木大天尊，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弥勒菩萨，南无金刚萨埵，南无准提佛母，金刚护法空行诸天神众，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多。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啊吽观想迪尼回天心善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迪尼回天心善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迪尼回天心善印，四平等以起手。大曼达供养受戒供养手印，观想供品变化无量无边，布满虚空。上供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同修祖尊，南无莲华生大士。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空行下师六道众生，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诸功德，消业速速正菩提。嗡萨尔瓦达他嘎达依达姆咕噜那那曼查那堪尼尼耶达雅密。
做是皈依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僧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是皈依咒：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做毗迦护身受戒金刚合掌手印，念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持咒：嗡波若兰遮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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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波若兰遮利。恭诵一遍《高王观世音经》，奉请八大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弥勒菩萨摩诃萨，南无虚空藏菩萨摩诃萨，南无普贤菩萨摩诃萨，南无金刚手菩萨摩诃萨，南无妙吉祥菩萨摩诃萨，南无除盖藏菩萨摩诃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诸尊菩萨摩诃萨。观世音菩萨，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佛国有缘，佛法相应，常乐我净，有缘佛法。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大神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大明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无上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无等等咒，南无净光秘密佛、法藏佛、狮子吼神猪幽王佛、佛告须弥灯王佛、法护佛、金刚掌狮子游戏佛、报胜佛、神通佛、药师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三王佛、善助功德宝王佛、过去七佛、未来显劫千佛、千五百佛、万五千佛、五百花生佛、百亿金刚掌佛、顶光佛、六方六佛名号、东方宝光月殿月庙尊音王佛、南方树根花王佛、西方照晚神通焰花王佛、北方月殿清净佛、上方五树精进保守佛、下方善济月音王佛、无量诸佛、多宝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处佛、弥陀佛、中央一切众生在佛世界中者，心住于地上即在虚空中，此由于一切众生得令安稳休息，昼夜修持，心常求诵此经，乐灭生死苦，消除诸毒害。南无大明观世音，光明观世音，高明观世音，开明观世音，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虚空藏菩萨、地藏王菩萨、清凉宝山一湾菩萨、普光王如来花生菩萨。念念诵此经，七佛世尊即说咒曰：尼波尼波地，求诃求诃地，陀罗尼地，尼诃那地，宾尼尼地，摩诃伽地，尊林成地，娑哈尼波尼波地，求诃求诃地，陀罗尼地，尼诃那地，宾尼尼地，摩诃伽地，尊林成地，娑哈尼波尼波地，求诃求诃地，陀罗尼地，尼诃那地，宾尼尼地，摩诃伽地，尊林成地，娑哈尼波尼波地，求诃求诃地，陀罗尼地，尼诃那地，
毗尼尼帝摩诃伽帝尊林前帝娑哈尼波尼波帝求诃求诃帝陀罗尼帝尼诃那帝毗尼尼帝摩诃伽帝尊林前帝娑哈尼波尼波帝求诃求诃帝陀罗尼帝尼诃那帝毗尼尼帝摩诃伽帝尊林前帝娑哈尼波尼波帝求诃求诃帝陀罗尼帝尼诃那帝毗尼尼帝摩诃伽帝尊林前帝娑哈十方观世音一切诸菩萨愿救众生称名悉解脱若有智慧者殷勤为解说但是有因缘读诵口不错诵经满千遍念念心不绝火焰不能伤刀兵力摧折会怒生欢喜死者变成活莫言此事虚诸佛不妄说高王观世音能救诸苦厄临危急难中死者变成活诸佛语不虚是故应顶礼此诵满千遍众罪皆消灭后福坚信者专攻受此经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诵满一千遍众罪皆消灭高王观世音经中恭念七遍往生咒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瑟耽婆比阿弥尼陀毗迦难帝阿弥尼陀毗迦难哆伽尼尼伽伽那吉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瑟耽婆比阿弥尼陀毗迦难帝阿弥尼陀毗迦难哆伽尼尼伽伽那吉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瑟耽婆比阿弥尼陀毗迦难帝阿弥尼陀毗迦难哆伽尼尼伽伽那吉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瑟耽婆比阿弥尼陀毗迦难帝尼哆毗迦难哆伽尼尼伽伽那吉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瑟耽婆比阿弥尼陀毗迦难帝阿弥尼陀毗迦难哆伽尼尼伽伽那吉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瑟耽婆比阿弥尼陀毗迦难帝阿弥尼陀毗迦难哆伽尼尼伽伽那吉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瑟耽婆比阿弥尼陀毗迦难帝阿弥尼陀毗迦难哆伽尼尼伽伽那吉哆伽尼娑哈受解根本上师大百莲花童子手印观想根本上师大百莲花童子三光加倍此莲花童子行走二十一遍Om Guru Lien Sang Siddhi Ho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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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Lien Sang Siddhi Hom 所解莲华生大士金刚印先观空
念观空咒三遍。Om Sabhava Sutta Sarva Dharma Sabhava Sutto Hang。Om Sabhava Sutta Sarva Dharma Sabhava Sutto Hang。Om Sabhava Sutta Sarva Dharma Sabhava Sutto Hang。观想一座蓝色的月轮，从铜色德山莲华光月亮宫处显现在虚空中。月轮中有一个红色的种子字屑字，放粉红色光。观想月轮中屑字旋转，化为莲华生大士，戴宝冠，身粉红色，右手持金刚杵，左腕夹着三叉杖，伏坐于莲华月轮之上，按住在对面空中。其左手托天灵盖，盖中城堡及甘露。此时行者观想自己的天心有一个 Om 字放白光，喉轮有一个阿字放红光，心轮有一个 Om 字放蓝光，三光至铜色德山莲华光月亮宫处，招请无尽莲华生大士。在观想莲华生大士全身放射白宝光明，白宝光明及甘露水成一弧形照灌行者，将行者的一切罪业病苦魔障悉消灭，得光明大自在。在观想莲华生大士在虚空中回到飞到自己的顶上，住于顶上，然后缩小成一粒米大的光，同时行者心轮开化成为一朵莲花，莲花心中有月轮，有种子字屑字，放粉红色光，射招莲华生大士进入中脉，一弹指间，行者与莲华生大士融合成一，无二分别。持莲华生大士心咒108遍，先做持念珠观想。持咒 ：Om Aum Bejaguru Bemasiti Hong Se。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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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m Bejaguru Bemasiti Hong Se。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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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m Bejaguru Bemasiti Hong Se。
嗡啊吽贝扎咕噜贝玛悉地吽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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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啊吽贝扎咕噜贝玛悉地吽吽瑟嗡啊吽贝扎咕噜贝玛悉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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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吽瑟嗡啊吽贝扎咕噜贝玛悉
Siddhi Hum Se Om Ah Hum Beza Guru B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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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ddhi Hum Se 做九劫佛风有三摩地
加持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Om Amitabha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amo Lindolin Soham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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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i Samaye Soham Om Jari Juri Junti Soham Om Jambala Chalang Chalaye Soham Om Ahom Beja Guru Pema Siddhi Hum Sen Om Ahom Guru Pe Aha Sasamaha Lien Sung Siddhi Hum Deyata Om Beka Ziya Beka Ziya Maha Beka Ziya Raja Sam南无伽帝娑哈，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持除瘟疫度母心咒二十一遍，持咒：嗡达拉都达拉都那那摩哈拉赫拉吽哈拉嗦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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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达拉都达拉都那那摩哈拉赫拉吽哈拉嗦哈。请大家起念，请佛注释起愿文。具得妙善圣尊秘密住，十方世界佛刹成数佛，大悲有情海会众菩萨，护教金刚空行前顶礼，世间三毒炽盛业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明念降生度迷情，三宝御世微光护群生，人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顶次西地，佛子祈请注释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持诵长寿佛心咒一百零八遍，回向师尊健康长寿。持咒：嗡阿玛罗尼主文迪耶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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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阿玛罗尼主文迪耶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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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
阿玛罗尼主恩的耶稣哈，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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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玛罗尼主恩的耶稣哈。回向，以此修行之大愿，速成莲华生大觉，二者合一无分别，广度众生到佛地，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真佛宗众弟子一心祈愿，圣尊五智光明化佛身，光耀圆成体强健，大乐自在永相随。愿佛长寿住世间，与佛同在得救度。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坐众回向。色山莲华生大士，敬礼同色山莲华生大士，敬礼同色山莲华生大士。嗡别扎别玛哄Om Beta Bema Hum Om Beta Bema Hum 祈请莲师放大光明照世间，请接引由民众往生同色山净土，请以光明驱除瘟疫，新冠病毒消灭，祈请莲华生大士加持所有大众身体健康，疾病消除，长寿自在。祈请莲华生大士加持众等的修行，知患离患，升起次第圆满，圆满次第圆满，本尊相应，内法相应，密法相应，秘密法相应。祈请莲师加持修行，
能够成就究竟弘光化身，即身成佛。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弘胸化吉，道心坚固。同色山净土莲华生大师 Om Beta Bema Hom 田螺神在螺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让所祈求皆能够圆满。让业障退散。瘟疫退散。新冠病毒退散。修行的一切逆缘退散。问。恭念三遍百字明咒 Om Beja Sato Samaya Manubanaya Beja Sato Denubadi Cha Zezo Mebawa Soto Kaya Mebawa Sopo Kaya Mebawa Anulato Mebawa Sarwa Siddhi Mebulaya Cha Sarwa Karma Sotame Chittamu Sriya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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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阿嘎文萨尔瓦达塔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亚萨多阿洪佩洪贝扎萨多萨玛亚玛努巴那亚贝扎萨多迪努巴迪查这周没巴瓦苏多卡约没巴瓦苏波卡约没巴瓦安乐拉多没巴瓦萨尔瓦西迪没布拉亚查萨尔瓦噶尔玛苏查没吉达姆水里人咕噜哄哈哈哈哈和巴嘎文萨尔瓦达塔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亚萨多阿洪佩洪贝扎萨多萨玛亚玛努巴那亚贝扎萨多迪努巴迪查这周没巴瓦苏多卡约没巴瓦苏波卡约没巴瓦安乐拉多没巴瓦萨尔瓦西迪没布拉亚查萨尔瓦噶尔玛苏查没吉达姆斯里人咕噜哄哈哈哈哈和巴嘎文萨尔瓦达塔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亚萨多阿洪佩做观想大礼拜一百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阿洪观想迪尼回天心善引阿白诸菩萨嗡阿洪观想迪尼回天心善引三百诸护法金刚嗡阿吽观想迪尼回天心善引四平等以其所
念圆满咒 Om Brim Om Brim Om Brim Om Mani Padme Hum。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根本上师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同修圆满吉祥。由于北极冷气团发威，美国的德州自二月中以来饱受暴风雪侵袭，导致断水断电，粮食严重缺乏。西雅图雷藏寺与彩虹雷藏寺秉持根本上师法王圣尊莲生活佛所教导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有鉴于德州暴风雪天灾给人们所带来的严重灾害，今晚西雅图雷藏寺和彩虹雷藏寺将捐助善款给卢圣彦布施基金会，希望借由这次的抛砖引玉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现在我们有请卢圣彦布施基金会董事会秉祥师兄，有请西雅图雷藏寺代表释莲林法师赞助卢圣彦布施基金会$10,000。非常感谢西雅图雷藏寺。现在我们有请彩虹雷藏寺代表释莲琴上师赞助卢圣彦布施基金会$50,000。非常感谢赞助一世圆满吉祥。哦，现在他们要两个主办单位西雅图雷藏寺和彩虹雷藏寺一起拍一个照，然后请那个秉祥师兄一起来大合照。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师尊的赐福，感谢西雅图雷藏寺、彩虹雷藏寺，也感谢卢圣彦布施基金会一直在帮助一切一切有需要的地方。接下来呢，请大家观赏由真佛博业藏的一段影片。亲爱的读者们，真佛波野藏网站不只是可以阅读电子书，还有一个很棒的查询功能，辅助您查找莲生活佛所有的著作资料。您只要到网站的首页，按下放大镜的符号，输入您想找的文字，例如达摩祖师，按下搜索全站这个键，您就可以查到莲生活佛在讲授六祖坛经时是这样说的：西土第28祖的达摩祖师，东土第一祖，他刚刚来东土的时候传佛的心印，那时的人大部分都不相信，所以他只好到岩洞去闭关，对着那个墙壁啊去打坐。达摩祖师啊，面壁啊有9年之久，心已经完全静下来了。那个蚂蚁跟蚂蚁在吵架，就像打雷一样，就是闻蚁豆如雷声。他能够心能够静到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他的面壁啊，是有功力的。达摩祖师啊，
这个法呢是以心传心哦，都是用心印来传，所以称为佛心宗，就是禅宗了。这令人耳熟能详的岩洞面壁九年，就能让人和达摩祖师做联想，因此波野藏就以作者莲生活佛2011年6月所创作的有着云雾缭绕多彩岩石山洞里的岩洞行者这幅画作为新书封面，让读者去体会达摩祖师面壁九年是如何达到空寂的境界。此外，作者莲生活佛不仅用文字，更钦绘了达摩祖师的画像，在书中是这样形容达摩祖师的：浓眉大眼，天庭饱满，须毛长胡，尤其那眼神看透了世间万象的眼。波野藏就将这幅达摩祖师画像放在书的首页，让读者一翻开书就遇见达摩祖师。禅宗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这种以心传心的传授方法就从读者翻书来展开。哦，以心传心，那么小明，你看老师拿着花对着你微笑，你认为我心里在想什么？你这么笑有点笑里藏刀啊，该不会是想揍我吧？哎呀，你就是书看太少了，你应该看看这本即将于2021年3月4日全球同步发行的莲生活佛卢胜彦文集第282册遇见达摩祖师，借由一位密教成就者与禅宗祖师一问一答间，去体会原来禅宗有密，密中有禅。此外，本书破例除了附赠达摩祖师复制画外，随着面临疫情严峻，疫苗陆续问世，再附赠祥寿仙女卓白衣手持圣药救众生的长寿五天女上手复制画，请不要错过这本物超所值，值得珍藏细细品味阅读的好书。哇，非常感谢真佛波野藏制作出活泼精彩的影片，广藏无上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宝贵的著作。另外呢，真佛波野藏感谢全球读者对2021年线上书展的支持，今天特别恭请我们的根本上师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公开抽出 iPhone 12大奖的得主，恭请师尊公布得奖者的地区及姓名，请大家平息以待。千秋啊，哇，真的是深呼吸。粘得太紧，是台湾张翠玉。哇，台湾张翠玉。哦，恭喜得奖者，未得奖的您只要好好阅读师尊的书，你就会知道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安排。谢谢师尊，谢谢真佛波野藏。要拍吗？拍到吗？拍不到。现在请大家恭敬合掌，敬献哈达
请释莲莲法师代表全体弟子向法王圣尊莲生活佛进献哈达及供养，以表最崇高敬意。请大家一起恭敬合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做宝贵的法语开示。我们先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萨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喀玛巴，敬礼图登大吉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乌金同色山净土莲华生大士，唵别扎遍玛吽，师母丹增嘎措图登西地，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及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大家晚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愛してる。谁人的？オラミコ。ケケロムチョ。すごい。一番。気持ちいい。準備。やび。プリンプリン。こんばんは。啊，今天我们是同修莲华生大士，那么莲华生大士可以讲是西藏密宗最早啊进到西藏，也可以讲是西藏密宗藏密的祖师爷啊，在乾隆起的时候啊，莲华生大士是就是藏密的最主要的祖师爷，
后弘祇呢才是阿底峡尊者，后弘祇是阿底峡尊者，前弘祇是莲华生大师。那他没有这个啊所谓的父亲母亲，大家都知道了。那么他是莲花里面所化生出来的这个 baby 啊，所以他才叫莲华生大士，莲花出生的，从莲花出生的这个菩萨，大士就是菩萨。啊，他一生的这个史迹，可以讲他降世的一切一生的过程，啊，非常的传奇。他的寿命也是很长，按照经典所说呢，他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三身合一的化身，就是身以欲，身以意，三身合一的化身。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三身合一，身以意本身的化身。他的寿命也是很长啊，非常的长。这个也不知道多长，没有切实的这个数日。那么有人讲他活到多少岁啊？八百多岁，这寿命很长。啊，他在西藏一共50年，到了西藏弘法一共有50年的时间。他的名徽呢，也就是他本身的道伴，最成就的有25位，啊，有成就的有25位，最有成就的有5位，啊，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依喜撮嘎、曼达拉瓦、斯迦迭瓦、卡拉西蒂跟塔西，这个5位这个活母。他的净土呢，就是在乌金铜色山，铜色山，他的净土在乌金铜色山。那么密教刚开始在印度盛行的时候，是在克什米尔的地方。啊，莲华生大士也差不多，乌金也差不多是在克什米尔。这是他的那个啊过去的一些史迹。那么莲花童子呢，都是从莲花化生出来的童子，所以才叫莲花童子，最早称为化生童子。
是阿弥陀佛化身出来的化身童子，因为从莲花里面化身，也就叫做莲花童子。那么莲花生大师也是莲花童子，因为他是莲花里面化身出来的，是他是早一期的莲花童子，早一期的莲花童子，我们是后一期的莲花童子，莲花童子根源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常常以莲花童子、莲花生大士作为我们的八大本尊之一，八大本尊之一。那么有一个年轻人去问大师啊，问一位大师，他讲：“大师，我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我讲话也不懂得幽默，那我到底还可以会什么，才能够吸引女生？”这位大师回答：“你会买单吗？”只要会买单就可以了。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一个场子，都有长处。在佛陀的时代啊，释迦牟尼佛的时代，那么有一位这个非常笨拙的弟子，他只记得一句话，第二句话他就忘掉。所以他的这个可以讲他的记忆力非常不好，只能够记得一句话。释迦牟尼佛到最后拿了一个扫把给他，你就扫地好了，你就扫地。然后他就佛陀就叫他扫掉地上的这个污染，扫掉地上的这个尘土，扫掉地上的尘土，扫掉地上的污染。然后他就背这两句，背前面那一句，扫掉地上的尘土，他记住了，第二句他就忘掉了。等他记到第二句，扫掉地上的污染，他又忘掉扫掉地上的尘土。就是这么笨的弟子，这样扫啊扫啊扫啊，扫到最后啊，他终于有了悟境。原来佛陀教他的是要扫掉他心中的尘土，扫掉他心中的污染。他终于领悟了，最后他也成了这个阿罗汉，他也成就了阿罗汉，他变成了这个很会说法的、很会讲经的、
很会讲经说法的阿罗汉。啊，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弟子，在我们这个古代里面呢、啊，在印度最会讲经说法的是谁？是世亲，就是无着世亲，无着的弟弟，就叫做世亲。他最会讲经说法，那么最会辩论的是谁？最会写论的、写论作的是谁？是陈那，是陈那。那么陈那的弟子就思量论了，啊，量论呢，思量论就是陈那。啊，陈那的弟子也是最会论作的，就是叶琛，就是叶琛。在古代印度最会辩论的、最懂得辩论的又是谁？是马明，马明菩萨。马明菩萨又是最会辩论的，他是最懂得辩论的。啊，谁听过马明菩萨的历史？谁听过？在座知道吗？龙树菩萨还在马明之后，龙树菩萨好像马明在先吧，后来才是马明的弟子成为龙树菩萨的师父，马明的好几代的弟子成为这个龙树菩萨的师父。所以这各有所长，有的会说法，有的会论作，啊嘛，有的呢又是那个啊，懂得说法的，懂得写作的，懂得写作的，然后懂得啊辩论的，都有他们的专长。所以我们的弟子也要总要会一样吧，大家都是啊正佛中的弟子，每一个人都应该要会。我们人的一生哟，一定要办三桌，办桌啊，办桌，啊，办桌哈，办桌一定要有三桌的。出生的时候啊，父母会帮我们办一桌。出生，小孩子出生，请客，啊，满月请客，要出生的时候一桌。结婚的时候一定有一桌，结婚的时候一定要请客啊，我们又有一桌。还有离开人间的时候也有一桌。第一桌呢我们还不会吃，因为你刚出生嘛。第二桌呢你结婚了，你没有空吃。
第三桌啊，你只能够看别人吃，因为你只能够过清明节。所以呀、啊，啊，最近疫情严重啊，以前每一个礼拜天呢、啊，师尊从山庄啊回来的时候啊，都有人请吃饭，都有人请吃饭。最近呢、啊，这几年，这一年来吧，一年多来，好像就没有人请吃饭。真的没有外人来啊，没有人来参加这个山庄的这个附魔法会，没有人啊，都是我们自己人啊。所以真的以前常去的餐馆我们也都忘了到底哪一家去过。人生就是这样子无常，以前每个礼拜天都有人请吃饭，那么如果是在台湾的话，天天都有，天天都有人请吃饭，在西雅图至少礼拜天有人请吃饭。现在呢，一年多啊，居然没有人请吃饭。真的，人生啊，真的是无常。这个好久没有吃外面的滋味啊。好，我们进入主题哈。啊，你问我答。第一个 Australia 的弟子问的，他的名字叫做莲花慧文。哎，这个名字一样的，这个创联。不但创联，是创名字啊！看看这个澳洲的莲花慧文，跟我们西雅图的莲花慧文是不是一样？一心顶礼根本传承上师，莲生佛佛。一，师尊曾在今年5月17日开示。上师本尊护法，三合一在一起，注定。那么您说，先观想本尊注定，根本上师进到本尊的身体里，护法也进到本尊的身体里。如果本尊是莲花童子，需要分别根本上师以本尊的容貌以服饰的不同吗？还是观想两个师尊？因为当弟子观想本尊莲花童子时，弟子是观想师尊的脸，请师尊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请问师尊，弟子们可以写信到真活密院请求师尊遥观千转法轮吗？千转轮法，千转轮法吗？这是莲花慧文问的。第一个，这个上师本尊护法
可以三合一在一起，一起修法，一起呢进到这个弟子的身体里面，只是用本尊就可以了，用本尊就可以。至于他莲花童子跟根本上师，都是观想师尊的脸啊，要分别根本上师与本尊的容貌、服饰的不同吗？我是这样子想的。今天刚好是修莲花生大士，莲花生大士本身的上师当然有了，他以前有师父，他的师父就是师利辛哈，莲华生大师的师父就是师利辛哈，师利辛哈是汉人，他是汉人哦，师利辛哈是汉人，但是他住在印度，他住在印度，师利辛哈。但是他的上师啊，我记得以前师父跟我讲，莲花生大士的上师是四面空行母，是四面空行母。同时呢，他的本尊呢，也是四面空行母。相应的本尊也是四面空行母，同时他的护法也是四面空行母。所以莲华生大士呀，要观想他自己的上师、本尊跟护法，他只要观想一个四面空行母就可以。由这个来进到你问所问的问题，那你莲花童子跟你的根本上师可以观想成为一个脸，不必两个脸，因为莲花生大士啊，他的上师是四面空行母，他的本尊也是四面空行母，他的护法也是四面空行母。我们记得他的这个莲华生大师的这个他的史籍里面呢，他曾经跟500个外道念咒要把莲华生大师修理掉，那时候四面空行母出现四面空行母出现，也就是他的上师出现，也就是他的本尊出现，同时也是他的护法出现。以莲花生大士跟他的上师本尊护法合一的时候，念了回遮咒，这500个外道就全部通通消灭掉。所以你把上，你既然你的本尊是莲花童子，你的上师也是莲花童子，也是根本上师，那你的你就跟变成两个，也就是说二合一你就可以了，
就二合一就等于是三合一了啊，这样子修法，这是跟莲花慧文讲的我吹你。那千转轮法可以摇冠吗？可以，那你可以写信到真佛密院请求摇冠千转轮法。千转轮法，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是胎难，胎难的弟子问的，泰国啊，泰国，泰国叫胎难吗？胎难，胎难，我也是台南，胎难啊，胎难，胎难。曼谷怎么讲？曼谷的英文 ，Bangk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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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们这里有一个地址叫做 Common，Common 吗？叫 Common，Common 的英文也叫英国吗？英国。英国 ，Karma，Karma 是英国。啊，你的名字叫 Carmen，Carmen 还是 Karma？ 奇怪，好多都是一样的。那个卡门啊，我们有一卡门是。就记得 common karma karma 是英国吗？然后 karma let's go karma let's go 也是 karma 啊 come on。对啊，这是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记得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讲 ，Come on, let's go, let's go 啊。那 Come on 那时候是翻成什么 ？Come on, let's go， 什么意思？我在背英文呢、啊，他说他的这个 come on， 芒果啊 ，manka， 我记得我去泰国的时候叫他芒果谷，芒果谷，芒果谷，芒果谷就日本话了，日本人在讲曼谷，就芒果谷，芒果谷，曼卡。那曼谷的莲花伟良问的啊，敬礼师尊。我花劫一切都是以因缘而来，他花劫到一切都是以因缘而来，因缘而起。这个因缘呢、啊，非常厉害到他已经掌控了所有一切，包括何时结婚，何时会想到这个东西。何时会想到这个人，都是因缘产生的。
因为我自己要拿回来，因为因缘到了，我就会想到某些事情去做。如果造业的因缘到了，我就会自然的去造业。守戒律也会因为因缘的到来而破戒了。比如说中了乐透，这当中根本没有好运存在，是因缘里的时机到了，所以才得到。如果这样说的话，代表我们今世的修行会到什么程度，已经冥冥中安排好了。请问师尊，那弟子如何破解而超越这个因缘？他很悲伤啊。你这个，你所问的，莲华伟良问的，就是宿命论，就是宿命论，没有错。如果你没有修行，一切都是宿命。啊，这个问题，这个所谓莲花伟良目前所想到的，我发觉一切都是以因缘而来，因缘而起，没错。像我出生在台湾，没得选择，你就是生在台湾，不是你能够选择的。你的父亲是谁，母亲是谁，没得选择。你同胎的兄弟姐妹，没得选择。你出生啊，命中注定，你几岁啊会遇到瑶池金母，没得选择。真的没得选择的。很多事情啊，历史上，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这个很伟大的一些这个啊神算的将，像袁天罡，他凭良，他跟我讲的非常准。我算起来，年月日时四个东西，四柱，这个叫在台湾称为，我们在八字里面讲四柱，年月日时，哪一年出生啊，哪一月出生，哪一日出生，哪一个时辰出生，你有多少两，袁天罡凭两。上面所写的袁天罡凭两，我是四两八，没得选择。他提到我是白手成家，白手就是说你根本没有遗产，父母不会有遗产给你。真的，我母亲死的时候啊，我遗产抛弃；父亲死的时候啊，我的那一份遗产给父亲的那个，也就是父亲的，我父亲的服侍的人，
服侍我爸爸的人，就是我父亲，可以讲这样子的，我父亲的佣人，就是小张啊，就是小张，我父亲的那一份遗产，我的遗产给小张。我父亲在遗书里面写了，所以呢，小张呢，在所有我家的活菩萨全部用塑胶漆，那个几分，那个叫做三秒胶吧，用三秒胶把所有我家的活菩萨的嘴巴全部把它粘起来，那个是小张做的。我父亲把遗书写遗产写给小张的时候啊，小张用三秒胶把那个活菩萨的嘴全部粘起来。我回去的时候，活菩萨都没有告诉我遗产写给小张，因为小张把那个活菩萨的嘴全部都粘起来。好啦，母亲的遗产我抛弃，父亲的遗产他写给小张，我真的是双手空空的。我祖父很有钱，他有六个老婆，娶了六个老婆。你看以前的有钱人都娶很多老婆的，我祖父是嘉义的很有钱的人，他娶了六个老婆。那我父亲呢，当然我母亲的就可以买房子土地了，我母亲的遗产就可以买房子土地，我通通抛弃没有，所以我是白手，六亲无靠，真的是六亲无靠，白手起家。严天罡还算准我几岁会死，我告诉你，就是77岁会死。严天罡就是今年。啊，跟大家讲啊，就是今天，他还算准我今年。但是呢，药师金母跟阿弥陀佛他们天上开会，说要延我3年到6年，要延我3年到6年。但是我告诉你，我要不要接受由我自己决定啊，这个真的是因缘呢，这个很多的因缘呢，真的是因缘，还有很多的巧合哦。我告诉你哦，你如果中国的命相哦，一直到了5个年夜日时分，到了5个，这个就是少康节的少子易数，比严天罡的还要准。严天罡还不一定准，少子易数就是少康节的少子易数，这个很伟大的人，少康节是一个很伟大的，他们到最后都成仙了。少康节叫做少子易数，他连你母亲几岁会生下你，父亲几岁会生下你，母亲姓什么，父亲姓什么，都算出来，甚至于你每个月的领的薪水会有多少钱，他都算出来，甚至你做什么事业都会算出来。将来有一个姓萧的人会到你的身边，
帮你啊，你会被他骗走多少钱都算出来，这个够厉害了吧？你兄弟几个人啊，姐妹几个，其中有几个第几房会死掉，全部算出来。年月日时分一准的话，少子易数分成几大本，很多册，你翻开来，第几条？第几条？啊，第几条是属于你？第几条属于你？第几条属于你？我其中有一条叫做真佛降世，万人皈依。这也是事实。中啊，我们不要，我们这里不是在讲中国古代的那些很伟大的这些神算家啊，不是在褒奖他们。真的，中国当中有真的很伟大的神算家，像少子易数，像严天罡，像刘伯温啊，刘伯温，这些人真的是天才。他有年月日时分，只要你的分对了，你几分，你父亲姓什么，母亲姓什么，全部通通都给你算出来，甚至你在哪里出生，你一生薪水有多少，全部给你算出来。啊，中国还有很多的，还有摸骨的，也有摸骨的，也有算命的，也有面相、身相，很多种相法，还有紫微斗数，这个就是佛陀所讲的因缘。佛陀所讲的因缘，这个是属于宿命论。宿命论，但是可以不可以改变？可以，因缘也可以改变。用什么去改变？你看《了凡四训》里面的立命之学，以前《了凡四训》是谈到隐谷大师吧？是不是隐谷？对不对？还有什么人？《了凡四训》是谁写的？颜了凡写的。他因为啊，少子易数给他算了非常准，所以他干脆就不动了。因为都是因缘嘛，那我何必做什么？但是他遇到了一个是隐谷大师吧，他因过遇到了隐谷大师，隐谷大师认为你这样子不对，现在也跟你讲莲花微凉，你如果一切都是因缘，没有办法超越这个因缘，那你也是不对了，那也是不对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修行就可以改变这个因缘。另外的，颜了凡是利用行大善改变因缘，做一件善事啊，就拿起一个白石子，做了一个业，就拿一个黑色的，最后黑色的越来越少，
白色的越来越多，命运就改变了，以后的命运就改变了。所以大善可以改变命运，改变你的宿命。大修行者可以改变你的命运。所以我们不拘束在这个77岁，连天罡跟我算的是77岁，我们不拘束在这个77岁，而且把它改变，由自己来创造。由自己来创造。不要被拘泥在那个岁数里面，不要再拘泥在那个岁数里。很简单的讲，鬼伯讲我73岁会死，73岁会死，那是鬼讲的，真的是鬼讲的嘛？鬼伯他哪里知道我几岁会死？他又没有学过是少子艺术，对不对？他也不是袁天罡，也不是邵康节，也不是刘伯温，他凭什么讲我73岁会死？他以为我是孔子啊？孔子73岁会死，对不对？我不是孔子啊。他讲我73岁会死，已经讲了十几年呢。他保证他很有信心，认为我73岁会死。他很有信心呢，但是是鬼讲的，谁信呢？真是鬼话连篇呐！我才不信呢。当然呢，我73岁的时候知道我73岁。他讲我73岁会死，我也很小心了。我也是很小心呐、啊，但是毕竟是鬼说的，那不准呐、啊。鬼说的，我告诉你啊，鬼说的也有准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讲鬼说的不准了。鬼也是灵鬼啊，他也有灵性啊，他也通灵啊。小事会准啊，像大事、世界大事，他不会准、啊，他根本不没有到那个程度嘛。鬼没有到那个程度，当然不准了、啊。但是小事情会不会准？会的，他会的，会准的，不是不会准的。但当然神啊，又是我们讲神是大力的鬼，他比较他的法力又比鬼还要高。那么佛菩萨更高了，更高级的阿罗汉更高了。你看那个济公活佛，他是阿罗汉，他是知解罗汉，他懂得啊前五百世后五百世，他懂得。他了解，这是宿命啊。像佛当然更懂，更知道了。那菩萨更高了，那神当然也是很高了，天神更高了。像布拉玛、这个韦斯努、西瓦，他们都是很高的灵。布拉玛寿命呢、啊？你知道吗？他有100劫呀、啊。布拉玛的寿命100劫呀、啊。什么叫劫？一劫就是人间这个成住坏空，叫做一劫。人间成住坏空叫一劫。那布拉玛的寿命有100劫，你看他寿命多长？想想他寿命多长？他能力很高的，布拉玛大梵天能力很高的，
韦斯奴更高了，他是偏近天。那个布拉玛也是在那个色界天，布拉玛在色界天的偏近天，就是在最高的了，最高的那个色界最高天，色界最高天那是韦斯奴。希瓦是在欲界最高天，大自在天，希瓦是大自在天。啊，他们能力都很高的，能力都很高。那鬼当然能力小，鬼能力小啊。所以要破除这个因缘，你只要修行成就了，你这因缘就破除掉了嘛。因缘就破除掉了。所以修行有所谓的三种，一个叫做有记，一个叫做无记，一个叫做修行有记跟无记。因果里面也有所谓的无记的因果，无记的因果。什么叫无记的因果？不把你计算在内啊。例如一个种子，种在放在土里面，它会长出来，对不对？它会长，种在土里面，它会长成，一个种子在土里面，它会发芽，然后会长成小棵的树。100年后，几十年后，它会变成一棵树，然后它可以活100多年，它的因缘在这个种子放在土里，它才能够那个就是缘就是土啊，因就是种子啊。因缘法就是说那个是种子，因就是种子，那放在土里它就会长成一个千年的这个大树。那你这个因呢，如果给它放在玻璃，用一个玻璃把它装着，这个种子把它放在一个瓶子里面呢，把它拴起来，这个种子永远都不会变成没有缘了，只有因没有缘了。所以那个是属于无记，还有一些因是属于无记的。像师尊讲的，师尊去做一件事情，然后我观想一朵莲花，把师尊包起来。那我就在莲花里面做那些事情，外面的鬼神都看不到，那就是无记。这样了解吗？好像师尊去做这件事情，不要给鬼神知道，像师尊去偷一个东西，当小偷了，然后观想，我去拿这个，拿人家这只这个金刚杵，这是金刚杵，我去偷这个金刚杵，照理说，那就是因果啊。那就是因啊，你有偷盗之因。好了，我要去偷这个东西的时候啊，我观想在我的周围长出一朵莲花，那么莲花呢把自己包住，包括金刚杵包住，我就拿走了。那我是在莲花里面做的事情，所有的鬼跟神都看不到，也没有记在我脑海里面，就不成为因，那个叫做无因，就是无记。
我刚刚讲了，你不可以去偷东西啊，因为你的观想不成熟，你的观想不成熟，还是有缝，还是有一个缝不行的。弟子如何破解而超越这个因缘？我告诉你，你只要学了佛法，你成就了佛法，就把你所有的因缘给它破除掉，所以不用怕的。什么叫做自主生死？自主生死就是说我生死我可以自己做主，不被因缘所拘束，那你什么都不用怕。你能够自主生死的话，你怕什么呢？就不怕了。你已经可以自主，那个就是你已经得到自在了，因缘就破除掉，超越了因缘。这是回答莲花微凉的问题。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早期的时候也讲过啊，讲过如何把这个因缘给它破除掉。两个，一个大善可以破除因缘，第二个大修行者可以破除因缘。他第二个问题，今世我们修了真佛密法，但是上几百世是跟那三恶道是有因缘的，所以在继续轮回之中，几百世前三恶道的因缘到了，这时候我的脑海里自然会产生去做坏事，造出三恶道的因缘。请问师尊如何超越因缘，不再下三恶道呢？很简单，不下三恶道，你就是不要去造三恶道的因缘。我最近在写那一本书，里面就有谈到戒律，谈到戒律，密教根本十四堕啊，还有密教一般的根本堕，另外还有知分堕。知分堕就是说除了这十四堕以外，还有次要的根本堕，都有在写这个戒律的时候都有。你不要去犯戒，就不会堕落到三恶道，到地狱恶鬼畜生道，不会去，不要犯戒。所以释迦牟尼佛讲以戒为师。佛教的经典有三种，一个是经，一个是律，一个是论，其中的律占了三分之一。所以戒律学是非常重要的，学佛的人要一定要守戒，因为你犯了戒绝对会堕落，绝对会堕落的，会有因缘的，你千万不能犯戒，千万不能犯戒，再如何都不可以犯戒。你犯了戒只有三个方法，我在书里面会写得很清楚。第一个，找你的根本上师，合格的上师，找你的根本上师及合格的上师帮你这个，就是重新灌顶，灌顶你的这个戒，灌顶你的密教戒，重新灌顶密教戒。另外还有一个讲法，就是讲说什么，
的脑筋不太好，你们可以不可以帮我讲？啊，这是环境啊，环境就是净化，净化，把你所患的，把你所患的，把它净化。找你的根本上师，找你合格的上师，去环境，这是第一个，第一个最重要的。第二个，你根本上师已经不在人间了，你也找不到合格的上师了，怎么办？你要修法，修根本上师传的法，给他净化的法。你修法，第二个，你烧护魔，请你的本尊来给你还境，然后你修了法，烧了护魔，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自受灌顶。你做了护魔的时候，你本尊到了，自受灌顶还境，这是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念十万遍的百日明咒，念十万遍的百日明咒，祈求金刚萨埵、金刚心来帮你还境。念十万遍的百日明咒，这是第三个，唯一的三个方法。所以今天你知道三恶道的因缘到了，脑海里面产生要去做坏事，你造出了三恶道的因缘，这个时候你马上用这三个方法去超越因缘，就是环境。只有这三个方法，找合格的上师帮你灌顶，帮你还境。第二个，你自己修法做护魔，请你的本尊帮你还境。第三个，念金刚萨埵、金刚心百日明咒十万遍，清清楚楚帮你还境。刚刚讲的真的不骗你，这个也是真的不骗你。赚钱呢，就像便秘，挤来又挤，非常的累，也挤不出来。花钱就像拉肚子，憋都憋不住。薪水呢，就像大姨妈，一个月才来一次，几天以后就没有了。这个也是真的吧？男生会帮女朋友开车门，通常有两种情况。第一个，车子是新的，新车到了，他帮女朋友开车门让他坐。第二个，女朋友是新的。也有他的道理啊。那我们讲一点道果吧。这个叫眼相，一真如眼相复次，教是眼相者，此中判为是啊。教是七百功德，
建立殊胜见道初地，别是功德差别，无漏十六喜为何？复次，初地中设为三刹那而生，因之初刹那灌顶，道之二刹那见生坛城，果之三刹那现其果。其实刚刚所讲的也是名词，也是名词。刚刚这个验相所讲的底下呢，会再解释，底下又有解释啊。第一个解释，现起七百功德，诵言动闻化身百净土，不分世间世界等，刹那能动摇百净土世界，能见彼等佛面，依听闻诸佛说不同的百法，诵吟百思，不思即思陀等百种不同，同时布施，诵吟放百光，出白光，收红光等百种不同之光，诵吟下百言，为脚以为下之不同的百种徒众，各期其机而说法。这里是讲到验相，验相就是说，你要达到这种程度，会产生怎么现象？就是我们修行达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出现某一种现象出来，那个叫做验相。啊，先大家跟大家解释这个。现起七百功德者，动闻化身百净土。你自己到了净土了吗？你有没有把握自己已经到了净土？有没有把握你自己到了净土？你在世间，所谓不分世间世界等，你就是算在这个世间，但是事实上你已经到了净土。刹那能动摇百净土世界，在一刹那之间呢，你能够到达那些净土，而且几百个净土，你能不能做得到？你能够看到佛的面孔，也能够听到所有的佛，每一个净土的佛跟你说法，这个境界就很高了。这个境界很高了，你一刹那之间，你能够到那个净土。而且你在一刹那之间，你可以看到佛，可以听到他说法。啊，像我最近我晚上打坐，啊，晚上在打坐的时候，前几天晚上。昨天打坐，昨天我也打坐了，但是已经打瞌睡，睡着了。昨天打坐是睡着，昨天晚上打坐是睡着。前几天我看到准提佛母，我去了准提佛母的净土。
我能够在打坐当中听到准提佛母跟我说法，我去了准提佛母的净土，看到准提佛母。你们有没有这个境界？而且说法，记住这几句话，记住在我在脑海里面显现出来那几句话，我耳朵听到那几句话，我看到准提佛母，我去了准提佛母净土。要有这种现象，现起七百功德者，就是这个这里所讲的境界。诵吟百思不思及思头等百种不同，同时布施。我们教大家布施嘛，你每天有没有布施？应该有。你每天不是在供养吗？每天在供养吗？我喝一杯水都要供养，包括吃的、用的、穿的，所有的东西通通都可以供养，那就是布施。那就是布施，百施、不施及施头等百种不同，不有一百种不同的这个布施的方法，一百种不同的布施的方法。布施呢，其实也有很多种的布施，任何东西都可以布施，看到的、想到的、意会到的。还有身体的布施、口的布施、意念的布施，包括食物的布施、实在的布施跟身口意的布施都在里面。这是一种放白光、出白光、收红光等百种不同的光。我看到的光哦，是绵绵密密的。晚上打坐的时候，我晚上打坐的时候眼睛闭起来，它要出现光的时候啊，先出现这个斗的啊。现在有一个网站叫抖音是吗？抖音呢，它那个符号就是一个音节，然后还会抖几下。哎，真的，我是抖光哎，我是抖光，真的。他那个光要出现，只要光，我的经验呢、啊，我是讲我的经验，别人的经验我是不知道，别人的经验也许是不一样。每一次我眼睛闭起来，只要我的眼前出现了会抖的光。啊，那个光在抖，就开始了，我就知道有境界会出现。我可以看到很多的光一起出现，然后它会变成一个圆圈，一个圆圈啊，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白光啊，周围全部都是白色的光，一直用抖的出来，在我眼前出现很。抖得很厉害，抖得厉害，然后变成一个很大的光幕，在整个虚空中变成很大的光幕，白色的光。我看到的是这种现象，你们看到的不知道怎么样。总之，放白光、出白光、收红光等百种不同的光，这个境界有，这个可以看得到。有时候也没有，但有时候眼睛闭着，它就有，会出现的。你心定下来，然后看见抖的光出现，说哇，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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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是这样子的。
看到活菩萨也是这样子，先看到光，然后他一直在抖，在我的眼睛前面抖，然后抖了以后呢，它会出现一大片白色的光出来，然后从光里面又出现活菩萨。我看到药师如来，那日光偏照菩萨、夜光偏照菩萨，另外的药上菩萨、药王菩萨，跟十二药叉神将，全部这样子在白色的光幕里面出现的。还有这个更厉害，下百言，释迦牟尼佛说法就是下百言，他只要讲一个字嗡，那每一个听到的所有的弟子各有不同的解读，一百种不同的解读。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法，他讲了一句话，所有一百个弟子听到的通通都不一样，这个叫下百言。下百言，各其其机而说法，啊，这个笑话好像讲过了。有一个喝醉酒的前裸的男人，在深夜拦了一辆计程车，这个开车的是一个女的司机，这个女司机啊，一直两眼一直盯着这个裸体的男人看，裸体男人被看得很不舒服，他就讲了，没看过男人裸体吗？这个女的司机也讲，我是在看你等一下要从哪里掏钱出来。真的光光的，他钱在哪里啊？没有钱想白坐计程车，哪有这回事？这个笑话是这样，坐捷运到了台北车站，上来几个美丽的少女，一排坐在我对面，裙子都穿得短短的，我的眼睛不敢直视，想看又不敢看，又不想看手机，只好闭着眼，闭着闭着竟然睡了一下子，等一张开眼，对面就换成老太太了，一排老太太。这个就是人生吧，哎呀，青春真的很短暂。无常啊，你不要看那些的短穿短迷你裙的少女在你面前，我告诉你啊，很快就会变成你阿嬷。无常，时间很快的，我以前也没有想到我现在77岁啊，我哪里想过？我以前在问事情的时候啊，看到40岁的来问，啊，怎么那么老？40岁怎么会老成这样子？我77了咧，哪能不老？无常啊，阿弥陀佛，青春很短暂啊。
真的青春很短暂呢。我告诉你，现在很多我们西雅图的冬天，哪里能够看到穿迷你裙的？每一个都包得像老太婆一样。Om Mani Padme Hum。非常感谢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宝贵的法语开示。雷藏寺有以下法务活动向大家报告：明天2月28日星期日下午3点，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将在彩虹雷藏寺主持红财神护摩法会，讲授道果，赐授红财神法灌顶。详情请参看彩虹雷藏寺网站查询。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大悲咒水，即为佛像开光。顶礼坛城做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Om A Hum。二拜诸菩萨。Om A Hum。三拜诸护法金刚。 Om A Hum。 四平等一起手。同修会圆满吉祥结束了，感谢根本上师的大加持，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收看。网络直播到此结束。 We now conclude this live broadcast. Thank you for viewing. 现在我们恭请师尊加持与会大众。